不要以为啊，我们自己啊念这句佛号，恐怕效果不大，不能产生作用。你这个想法就错误。念佛功效的大小，不在人数多少，在念佛人的真诚心，在念佛人的心量。如果这个念佛的人没有私心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他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他每一声佛号都能震动虚空法界。